傅，有个同修梦见吃了几口红皮的经文册子，后来想经文不能吃，又放下了，看到只是吃了个边缘，里面经文还在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要硬读书，硬背经文，要活学活用，明白吗？不但要念经，还要在现实当中要改变自己。好了，啃呐、啃书啊，人家说啊，就说明你脑子不转呐、整天背书有什么用啊？背经文有什么用啊？你要懂里边道理的呀。好的。你至少要知道心经是帮什么的，你现在知道不啦？心经开智慧的。好了，你大悲咒呢？增强功力的。啊，能量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个至少要知道，你念经嘛、就不会啃书了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好了，明白了。感恩师父慈悲开，